啊，不用。好，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伊玛猫。Hello，Hello， 今天身份敏感，没有啦，开玩笑。来个，刚才大家，谢谢那个丽书的介绍哈。那刚才也谢谢那个郑家非常精彩的 talk 哈。那好，不要玩了这样。那今天，郑家其实我们，刚才郑家讲很多东西，我都非常含言哈，因为对啦，开发目前在团队里面开发这个工程师只有我一个，这样在 LibreOffice 的开发工程，对，那很多东西郑家已经回报我很久了，这样郑家我对不起你，郑家还在吗？哦，郑家我对不起你这样子，嘿，那对，其实我是一马猫，那我现在是台湾的，也不知道，我现在是那个 Apache Open Office 的那个 PMC Project Management Committee 的成员，那专案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啊，如果听不懂呢，他有个比较容易懂的简称叫做高层，这样子。嘿，好啊，高层两个字是很可怕的，这样，我责任重大，这样。那可是其实台湾这边，那同时我也是台湾这边 Open Office， 对 ，Open Office 还没倒，不是全部都变成 LibreOffice。Open Office 这边的那个正统中文翻译的计划的Chinese Translation Lead。对，那这个是在 Oracle 转移到 Apache 之前的事情，那我想转移到 Apache 之后应该也会持续下去做这份工作。那另外的话，我也协助 Open All for Kids 有一套教育用的 Open Office 软体在台湾的一些推广的工作，那还有一些协助他们的 team 这样子。那对，所以其实我们跟郑家这边我是蛮熟悉的，蛮要好，然后互相协助，虽然在上面的社群有一些彼此的一些trouble， 但是我们台湾社群其实没有很大哦，那很多地方大家可以互相帮忙。OK， 好，那今天这个 talk 哈，今天这个 talk 其实是去年的延续啦。那这边有没有人有听过去年的什么 Open Office 的用人魔术？有没有有听过举手好吗？或是看影片的？只有一位，两位，好。我真的很少，真没有人听过哈。去年呢，我做了一件，我想了很久哈，我想要玩一点，想了很久，然后到最后我突然想到，可以表演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就试着我在 talk 里面的时候，我就试着这样子，像这样子，人呢从这里走到这边来，对，然后走到这边来，这样比较好讲。然后呢，我花了今年累月薪水开心血好开发出一个东西叫做心电感应。然后这个心电感应呢，就是我可以在这样的，我可以离开那个位置的状况下，离开我的电脑状况下呢，我可以对做出简报出来。这个梗其实很老哦，而且去年这个梗还用失败了这样子。对，那其实是一个用简单手机的一个 APP， 那它是不是，其实也不是手机，它是 mobile office application， 对 mobile web 的 APP 这样子。那透过手机的方式，我可以遥控那个 office， 遥控那个简报。那我算是蛮挑战，因为那个等于是把整个简报包进一个 live demo 嘛，人家说 never live demo， 对不对？Live demo 死掉就完蛋了，对，我是整个全部包进 Live demo， 我是 Live demo 才是王道牌，但真的很危险，还好好到最后网络没有给我出问题，真的给我跑完了这样子。OK， 好，那今年我就在想说，我可以做出什么东西啊？想说，一定要再投一个 Open Office 的稿，然后就想半天想不到，然后就写文非常枯竭这样，然后一直到。接稿前一个礼拜突然想到，去年有一个东西我没做过，那时候因为时间赶不及，然后去年我花很多时间在处理那个 framework 的问题，然后时间来不及，所以没做过，那所以试试看能不能做得出来，然后投稿有上了这样子，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 idea， 也不大好意思这样，那很高兴那主办单位愿意让我来分享这个 idea。 那这个 idea 是什么呢？哎呀，不对，这个要收起来。好，
我们说这个 idea 是什么呢？哎，对，今天是那个魔术表演哦，所以如果好笑的地方，大家讲一下。那不会有什么很艰深的讲哦，好难懂哦，又是硬体，又是讯号什么？不会，我们修一些 Open Office 可以玩的游戏，玩的好玩的东西就好。然后我想了什么 idea 呢？我们说 Live Demo 才是王道，对不对？Talk 的话，Live Demo 才是王道。那魔术的话，什么东西才是王道呢？扑克牌才是王道。OK，好，这是一张扑克牌哈，一张够意思吗？我们再发一张。嘿，我们可以直接再多发一张，不过这边看不到了哈。来，我们进到简报模式。我可不可以再发一张？可以。这是第四张哦，目前四张简报哦，我再直接再加一张简报。OK，嘿，有点太慢了哈，我们把总不可能一张一张发，我们一口气加到52张简报。哎，没有掌声哦。OK，好，我蛮不要脸的哦，然后发完扑克牌呢，当然还要再收纸牌啦。都有点慢哦，可以看到上面进度条又在跑了，咻，跑完了。然后呢，谢谢，收发扑克牌没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要玩魔术，最少要玩一个东西。来，先一张空白的，好。我们看魔术最少要玩一个东西，叫做洗牌。这是同一张简报哈，洗牌，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横向洗牌。那除了洗牌发牌以外呢，我们除了洗牌，还有那个一张一张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牌。这是什么牌？等一下，最左边那张是什么？A4 KQJ 不大好，丢掉，我再洗一副。哎呀，K 胚不错。然后发牌也没什么了不起哦，我最重要是要学到赌神那个秘籍嘛，对不对？赌神交给周星星，然后交给那个赌圣，还有交给赌侠的秘籍。换牌。然后 OK，好。大家都蛮捧场的哦，我都怕这个梗太冷这样子。好，我们回到我们。扑克牌，来回到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对，今天都有东西。哎呀，按错了。来，今天做的东西哈，对，我今天没有简，今天我事先没有准备简报，因为我打算做的事情就是我去年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现场做简报。嘿，现场做简报，我们首先先开一个简报档，然后对，简报档嘛哈。来现场做简报，简报呢这样子很无趣嘛，空白简报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做简报，我们会加母片，加完母片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内容了。哎，有按下去吗？没有。OK，我们就可以一张一张做这个简报，所以今天有来看的时候你们赚到，因为事后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给。上面 Costco 单位这个简报，因为根本没有简报可以给他们这样子。OK，好，你不相信哦？这个是真的是没有简报哦。你看，看看它是无标题一，根本没有简报档哦。来，那我们先做最后一张。嘿，好，好，结束了。哎，时间还很多这样子，谢谢丽叔这样。没有啦，好。好，那
来吼，第二章照例先来个版权宣告。可以在里面加图形，然后也可以在里面加上超连结。然后来，今天我们的最主要主题是，对，自我介绍已经做过了嘛，好，那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东西是。我们来玩 Impress 哈，大家都两张 OpenSea， 大家都很喜欢玩 Take 玩那个 Writer 和玩 Calc， 很少玩 Impress 哦。不过这那拿着 Impress 你可以玩什么？一般人拿着 Impress 可以做什么？大纲 ，OK， 可以做图档、插图档，可以做。图表，这个应该比较少人会做的嘛，哈。对，可以插图，它可以在现场插，它可以插资料，然后做成有资料的图表。那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投影片切换的特效。其实还不止这个特效，还可以自跑来跑去的特效。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可是呢，如果我们用 OpenOffice 的 Uno API，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这已经第九章了，来，用 OpenOffice Uno API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第一个，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即时制作简报。对 ，live 的简报 ，live 的 presentation making， 然后可以做发扑克牌，这副不大好哦。哎呀，糟糕！来，再发一步。四胚，好吧，还是不大好。OK， 可以做扑克牌，发扑克牌，然后还可以做什么呢？用 Impress 可以玩剪刀石头布。其实用心一点，你还可以用来设计 game 哦。对，为什么一直平手？平手我就不能再讲下一章了。其实这是一种拖时间的方法哦。我想这个应该不大家可以了解，里面大概就是乱数在跑哦。对，然后也可以做。第四章是什么？不知道忘记了。容易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的话，我们再换一次图片。对，认得出哪只是猫咪吗？哪个？哦，左边那个人是 Kitty 猫，对。或者我们也可以做即时的资讯，对，大家手上有电脑可以查看现在的铺浪热门是不是这些，对，这是我没有办法事先假造的，对。不过我也很害怕，因为丢出这个东西里面，搞不好里面有那种不适当的内容，这样我明天就不要讲了。一二三四五，真多。结束了哦 ，OK， 好，然后呢，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丢上即时资讯，直接把简报你需要即时的东西把它丢进来。那还可以做什么呢？动态的资料、图表。这条曲线应该很多人想哭哦。有没有人看到就想掉就掉泪的这样子？看到就想掉泪的举手好吗？OK，好，对，可以做这样动态的图表。所以其实 OpenOffice 的 UNO API 它其实是 Universal Network Object，它是 UNO 是 Universal Network Object，它是一个网络的 API。那透过这个 API，它可以远，它可以，而且它是可以用 TCP/IP 网络的 API。那透过这个 API，你可以控制 OpenOffice 的里面的所有物件。那包括像今天我们主要玩的是 Impress 哦。那其实也不止 Impress，我们可以几乎你看得到的所有物件都可以，几乎是像 Writer 或是 Calc 的物件，你都可以去操控。那所以呢，不对，跳了一张，对，所以事实上它是把 OpenOffice 把它跟外面的整个世界连接。像以这个东西来讲，我用 Java 做，那么整个 Java 的 library 都可以让我用。那我 Java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都可以把它跟 OpenOffice 结合，这已经远远超过说，在里面玩聚集的一个程度了。那在里面玩聚集，你所有资源就是里面聚集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对，那可是当你跳出在外面的话，不管你用 PHP、用 C、用 C 加加来做，你。外面的你任何的程式，大家习惯的程式语言能够做到的事情，OpenOffice 都可以把它放进去，连接起来。所以又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What can you do with OpenOffice Impress？你可以用 OpenOffice 做什么？好，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哈，还真的剩下不少时间，是讲太快了吗？好。那想了解更多的话，欢迎参考那个 OpenOffice Development Guide。对，那这个是官方的documentation，那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资讯，关于如何操控 OpenOffice。那另外呢，今天的所有简报材料呢，包括制作这个简报的程式呢，都在这里面。欢迎大家下载。OK，那。好，这是第20章了。OK，哎呀，真的很快。一叔，我这样子可以吧？你是真的做到这是最后一章吗？啊，不然嘞？因为我们在期待还有什么魔术吗？魔术师不是都这样讲吗？大家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又蹦一个梗出来。啊，好像应该是这样子哦。让我有点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真的是做到这里这样也是一种新的梗。哦，是这样子吗？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对。OK，有没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提出问，欢迎大家提问哈。那什么？不会，通常魔师看魔师表演完之后就待在那边。哦，然后再来，请掌声鼓励，谢谢我们一秒猫。那如果任何 talk 啊，其实因为他这边梗都不完了，你一定要谢谢他，私底下再去请教他。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到底他怎么弄的？你也不知道怎么举手，你会举手跟魔师讲说，你怎么变这个魔术的吗？魔师不跟你讲的，你私底下估计问，就你嘎这嘎这。来，这样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有有没有疑问？有没有想知道什么的？真的都没有问题，真的都没有问题。哎呀，是不知道怎么问的啊，就跟你讲，魔师变魔术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问什么问题呢？我说你怎么把刀切下去的？我怎么变出来的？我们说这就是魔术嘛。好，那我大概解释一下一些东西哈，因为时间还有剩，而且是剩的不少。不会啦，不觉又二十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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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个，现在到底是几点？你要先确定好，现在3分钟，哦，因为你好，要忘记我们等一下有 lightning talk 哦，我好，有点那小。个，我已经用上瘾了哈，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手机遥控，我就不会用。因为其实大家都没有。大家都没有用过嘛，吼，那我们来，
哎、欸，不对，我记得是在四十几章的时候，四十六。因为这个东西，我如果要真的手机下去做的话，实在是太辛苦。哎、欸，当掉了。嗯，好吧，那我手动转好了。反正这个不是今天的 talk 的主题，所以没有，所以就算那个就算破梗也没关系哦。这是上次的主题。对，那 Open Office 其实我刚做的东西，它整个架构上是这样子的。对，那这一块是 Open Office 这一块，然后不管你是 Writer、Calc、Impress， 然后通通透过 Uno API。可以跟外界沟通，那理论上你可以写手机 APP 啦，那你可以写手机 APP 可以去直接去 call， 但是写手机 APP 因为它那个只是沟通用的 API， 所以还会有一些安全性的控制的问题，所以呢，我这边做的做法是我把它包进一个 Web Application 上面，那透过 Web Application 呢，你就可以透过 TCP IP Network， 然后看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嘿，那。今天用到的物件呢，主要是在于，对，上次我只有做到那个简报遥控就是 presentation 跟 slideshow control， 那这次几乎我全部用到了，对，包括像 draw page shapes 还有 charts， 对，嘿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对，比较有技术感觉，对不对？这样我下次还可以再投稿了吧？可以啊，可以来 SA 讲一场。没有嘿，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怎么样？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该举起双手，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那一样，主持人工商服务介绍。5:30，闪电。